The first award will be Best Surfacing Material. And the winners goes to Formica Asia Limite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for Formica Asia Limited. 恭喜曬！多謝。不如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得獎感受。我哋好高興啊，都好覺得好光榮咧，得到呢個獎嘅。咁對於我哋員工嚟講咧，都係一個大嘅鼓舞。過去幾十年咧，Formica喺香港咧都致力推出一啲創新嘅產品，同埋提高呢個服務嘅質素嘅。咁喺將來咧，我哋都會係着重喺兩方面啦，就係產品嘅創新同埋環保。持續性的發展，產品的創新嗰方面咧，其實今年推出我哋Formica推出一隻喺意大利生產同設計的納米材料嘅，英文名叫 Phoenix。佢呢只材料就有幾個特性嘅，就可以防手指毛啦、低反光度啦，同埋一啲觸感咧好柔順嘅嚇，同埋最特別咧就係話可你如果有輕微嘅刮花咗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熱力去修補嘅。在環保方面咧，本公司咧都會係減碳嗰方面啦，同埋喺呢一個嘅環保嘅管理，譬如 ISO 嘅14001啦呢方面嚇，會繼續下功夫嘅嚇。好多謝。不如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你今次嘅獲獎產品啦。我哋獲獎嘅產品咧就係呢一隻我哋嘅表面色彩就係 Phoenix 嚇，本身就係喺意大利生產同埋設計嘅。剛才提到咧就話佢可以防手指毛。其實很多客户用這一類的產品很多時候都會 留到一些很深的手指毛，能夠防手指毛來說對於客户無論在個觀感上或者清潔打理方面對於來說都是很方便的，這是一個嶄新的技術的處理。就這樣聽都覺得很方便，再一次恭喜你，恭喜你。多謝你。